感谢观看奶爸威廉在清迈旅行纪录片。这边是1000多啊，1095了已经。这个路够陡吧？够可怕的吧？接近垂直了吧？没有子弹，没有子弹，别示威啊！对，子弹啊！只是你们打，看到。600米左右，600米。没打到，打到一个木瓜，我操，那么大的木瓜！走，我刚才在那个山顶上，从山顶上打下来，海拔600多米，我刚刚看了，不是屎壳郎吧？马克屎壳郎，你别打竹筒饭啊！香啊！还有吗，李兰？这是我们昨天用的那个子弹，这里边9颗钢珠。战士们要出发了，战士们要出发，勇者出发。好了啊，视频给你们发过去了啊。捡了哪个是？满载而归啊！好，活着回来。